It's just anonymous. Home, my bro, I feel so sorry for you. But you know, as the saying goes, wear a condom, save a condo. Yeah. 你知道为什么高级公寓 condo 跟保险套 condom 只差一个 M 吗？因为保险套 condom 就是很讨 M， 但是很重要。But 现在讲这些都已经 too late 了，我只能说好球经累，三阵出局了。Home， 我希望能够学到教训，英文叫 learn a lesson， yeah， 因为这些教训都是 lesson 给你的。Alright, no more home. I'm gonna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should really care about. 诈骗。We all know it's getting serious. 最近越来越严重了，严重到台北市政府用什么很特殊的方式在宣传，你知道吗？提示，大家都在追的。他的音乐非常有名。When? Home. No! Alright, 好像也对了，因为关键词是一样的。但正确答案是垃圾车 garbage truck. Here it goes.亲爱的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环境保护要从我们自己随手做起，预防诈骗也一样。防疫期间，大家已经习惯使用网络，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请一定要特别注意最新的诈骗手法。标榜稳赚不赔，加入群组报名牌，提供虚拟货币投资管道，线上博弈开局保证获利，都是假交友真诈骗。千万小心，发现可疑请拨165，发现车手或不正常提领现金请拨110。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。Did you hear that? 诈骗真的严重了，连垃圾车都来宣导了，但你有在听吗？ Of course not， 你可能连垃圾都没有在倒。原本诈骗就已经够多了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网购变多，诈骗变更多了。Hey, listen, everybody， 银行经理不会教你操作 ATM， 警察也不会随便叫你交出账户资料。如果有，那他工作的地方就不叫警局，叫骗局。All right? Oh, please， 很多事情都要先查证，不要随便相信。结果大家最不相信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相信自己会被骗。Come on。一天到晚都有 KOL 做影片说自己被骗了，你还这么有自信吗？哈？哦，教你英文，诈骗英文是什么 ？Fraud， 怎么来的？念三遍 ，fraud， yeah， 锄强扶弱 ，fraud。Wait a minute， 老师不是教诈骗吗？怎么变扶弱了呢？哦，因为这个字连解释都骗人。Anyway， 我要说的是，对抗诈骗，保持警觉是很重要的 ，Stay alert。打给尔乐呀，毕竟连 home 都可以骗到你了，那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值得相信的呢？